权力的维持必须不计代价。剪刀当腿，好吧，我还以为我一剑过去。啊、哦！我的脖子真的好痛啊！我操！我的警惕永远不会松懈。你学医不好对线呀、啊，有上线玩。为什么觉得打了一团、啊？扭一下 ，OK， 好扭。你的源代码存在漏洞。是唯一重要的标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韩服性感 T 零，他妈的没睡醒是不？半夜十二点，怎么有人他妈说做白日梦啊？你看那绝壁他妈不是韩服，大概率是美服和欧服。长得很肥呀，小子。他还想杀我来的，给我挂点火。你的逻辑已经转换。MSI 上冰要用轻杠杀伤 LCK 的。哦，我今天看比赛的时候，我看冰还预选了一下那个轻杠来的，好像是有思考要不要玩轻杠的。挖掘，他玩挖掘机那版吧，第二版吧。我看他还预选了一下轻杠。哦，但是那御选是辅助新干吗？御选的 on 的新干是吧？那没事。成功的核心关键。我身体担心了。又在黎明醒来。怀疑爱总生长，长出轻盈的云朵，长出柔美的香舌，长出世界本来的喧哗。我看过青蛇的疼啊，你就是通往结局的路。谢灯牌啊，谢谢。我们这波也杀掉他，打一套呗。他可能回家了，我们赶紧推线。他回家，我们也回，差不多。要杀他也杀不了，没点火。我们还点的那个星界重心呢，点火 CD 还是有点长，150秒一个，两分半一个。他没回家，那他死了，吃饼干吧。他们的任务，我一定能挂墙进去。纳豆落地 QJW 挂点火。你的灵魂仍然蒙昧。挖掘机不吃线吗？
一个灯牌的司机。我就是陷阱。你要上个舰长直接能二十一级呢。我知道好像二十级以上的话刷礼物升级很快啊，是不是？主要我的一被他闪现给躲了，这种情况不能晃啊，大刀躲他三顿 Q， 然后落地 AQ 接 W 挂点火，同时 W 减速到挖掘机，这样子我们就能活了。我擦，主播为什么不理你？没有啊，怎么不理你了？我看发育吧。出路不明，需被根绝。等待此程序启动。对于皮层的问题来说，我就是解决的方法。我还打收拢呢，想看我打狗熊。满天星还在不在啊？天上星还在不在啊？我记得你昨天不是说要重启，跟我重启收拢吗？我赢了上剑。要看老板在不在啊？老板是跟我收拢，他输了他上剑的。可以打他的，嗯，我们这样补了这个车吧，不然上去跟他打漏车还是挺亏的。先把刀补了吧，尽量少漏刀，然后这个线会卡在他塔前，这是他的一个回对线，我们这个时候就跟他进行一个消耗哈，这个时候消耗他，待会兵线进塔，我们就可以拿到一个比较优势的一个主动权，这个时候换他半血，对吧？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再把兵线推进去给杀他的，我看他血量还是有点健康，有半血。而且出不假血，再耗他，耗他一点。挂尬跟 Q 先往外拉 ，Q 一下，不太好杀，算了，试一下，再尝试一下。先踹一尬跟 Q 往外拉，回身一个 W 再刮，一技能再撞回去挂点火 ，AQ 大刀躲掉防御塔伤害，落地 AQ 走 ，Q 加速，死不了。信息传输，目的达成。不会补的车杀不了人，你要想杀对手，什么时候都是机会，不要着急，机会随时都有。但炮车你要想补炮车，就只有现在。你看我的补刀，兄弟们，注意看右上角时间，9分55秒，我们的补刀95刀，对不对？你看对其他人的补刀，连一个上70都没有，我95刀，明白？这个是一个补刀的一个对线的一个思维，知道吧？你们就这个是高手思维。你看高手都是这样玩的，他打架的时候绝对不会让自己漏太多刀，就像我们打架的时候我们是不会漏太多刀的，所以为什么你看很多高手他的补刀都特别多，然后有些朋友就可能玩着玩着，哎，我他妈明明在乱杀，回头一看10分钟我才50刀，对吧？就回头一看怎么才50刀，10分钟就是这个原因。你看先把刀补了，回头减速他，哎呀，被他拉扯了，这个可能要漏一刀，这波换血就漏了一刀，主要被他拉扯了。我们把前排兵全部都清完，再一挂墙等他交易，一上就一脚，先回身 W 刮，再钻内圈，二蹲 Q 先踹走，杀不了的。然后回去接着补刀，不要漏刀。哎，又漏一个，烦。当然漏一两个的话影响不大。不是人笑，你最好每一把补刀都这样，哦，嗯，不是吗？我感觉我每一把补刀都差不多就是这样的。有耐心才是好的，否则最锋利的刀刃也无法分割光明与暗影。
OK， 他上线了，那我们可以早就消耗一下。一上就先来一脚，第一脚，这是第一脚。大招躲了他 W， 一脚，就是那把刀补的。一秒一刀，11分57秒，116刀。12分钟12秒，122刀。你看队友，这才六十 ADC 才68刀，我们补刀是他的双倍。开始游躲吧，队友有点小崩。这边 ADC 5-2-5，好肥哦。出吧。哎呦，没有成事了。我的协议中没有慈悲这条目。好的礼节要通过耐心，跳到树上一点手脚麻利，等待会带来收获。如果你没有目的，就什么也别做。我哥哥躲起来了，我刚刚躲起来了。是 Knight 在的队总是蝉联冠军吗？我怎么感觉是冰啊？我感觉冰冠军也挺多的吧？冰冠军多吗？我感觉每年冰在的队伍成绩都不差呀。啊，在这刮到了。野心需要试。我总有时候总踢不出阿德 Q 怎么办？嗯，那你把你的阿德 Q 踢出去不就行了？你踢不出来，那你踢出去不就行了？好的礼节要通过耐心，人人有自己的位置。冰算上今天才两个冠军吗？这样子，那他妈，那没事了。只说我感觉每年冰成绩都好像还可以。哎，冰感觉现在是纯熟悉的。已经是纯熟悉了。我们都有底线，而我也许已经越过了自己。你猜 K 皇为什么会被吹得那么狠呢？实力肯定有的。窍门就是脑子一手脚麻。刚怎么卡了？你的外卖一定和小兵没分别。我要你在哪里？你他妈的抢我！啊靠！他抢我蛤蟆！浪了不大的，
老大，但是老鼠在你旁边，先杀老鼠，老鼠在打你。我怎么感觉他好像没看到老鼠来打他呀？主播阿朵啊，怎么躲呀？清干一大招，我当时旁边没有其他人，我怎么大招躲？我怎么能框自己呢？哎呀，浪了不大的，丢了个1000块，很难受。剑魔当时没在旁边，看回放。剑魔当时不在旁边怎么办？没位置给我啊。定义你的不是武器本身，而是你使用它的方式。等待我的正式启动。我们的大可以躲他的大，但是我们得框其他的人。就是塞拉斯用清干你的大框我的时候，我用我的大框其他人。哎，我这可以把塞拉斯偷我的大给躲掉。哦喂哦喂哦喂，哎呦，练得这么准，老弟！不行，我伤害不够，但是这波要跑也不太好跑，等我们再补点肉装吧。你离去的痕迹，这蓝也要空了，这波打太久了。标准三件套就这三件，三项九头蛇血手，这三件无敌，就出这三件就行了。你就听我的，出这三件绝对嘎嘎强，配合上这个不灭之握。你看不灭之握这里已获得的最大生命值175点，知道吧？就这个符文额外给了我们175点的血量。对，青龙刀现在不要了， CD 被加强了。然后还一点就是青龙刀现在这版本不厉害，我们这版本要尽量做半肉，他那个冰拳出装也其实就是基于这个点做的。直接开大满这么急、啊、来射死我，来 A 死我 A 死我，求你了。好大，飞我们！我操，你这不是找？
啊，我身上好像被挂了好多流血，我以为我这血量能扛一会儿呢，而且挖掘机大招有点痛吧，他妈大招扑了我他妈580，这么痛啊，扑了580，哎呦，我还能留一点血反发他的，看到我的血并不是很多啊，会不会有人可以明白，我想第一次见出假修的，不能吃他跟那个锁链，他这个锁链一定要回来的，因为他跑是跑不掉的，但我们不能吃这个锁链，血手嘎嘎强啊，打不动十个人出什么？打不动十个人出半路。你就是三件套之后出半路就行。无中恨意，还是假修吧。假修，对吧？你要实在打不动石头呢，你可以出神分嘛，神分还带回血呢，多厉害！武器的德行要在战斗中体现。哎，操！我他妈心态崩了，被玩弄了这波。假修肯定要出的，你看这赛亚斯打我多痛，还挺痛的。这泰坦 A 王我就应该直接开大的，恶心。技术将被控制，恶心。谈判破裂的时候，我就有工作。我们这样坦度拉满的，咱们坦度拉满的，坦度抗性 CD， 我操，我们出这套是真的全能。有一说一，咱们这套还真的就是全能，主打一个全能。
看上去脸色不太好。哎我啊好一个收徒